老婆，自从认识你到今天，我就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。十年的时间里，我知道你付出的要比我付出的多得多。老婆辛苦了，老婆我爱你，我也会努力，以后我也会让老婆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。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，幸福。虽然你是一个残疾人，你在我的心里边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，永远是我最爱的老公。送完爱人礼物了，宝贝儿们也展示了他们的才艺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马龙上前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，来，有请。好的。我的幸福心愿是，我希望能够给我的艺术团得到一批新的影响。因为这个马龙艺术团体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残疾朋友，对，马龙呢也是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份自己的事业，能够有一份自己的收入，自食其力。是的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团体啊。看看我们幸福帮帮团的成员们怎样帮到马龙。对，马龙刚出场的时候这个打着空翻啊，很帅，根本看不出来他这个下肢是有残疾的。看到马龙啊，现在这个有自己喜欢的事业，还有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这个心里头还是很高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基地愿意对您的梦想呢助力2000元，希望您把您的正能量影响更多人，希望你们家庭生活幸福美满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是那个北京遗传杂志，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，来到我们公司，我们给你做一个碳素纤维的接触腔。我相信你在以后的工作中啊，包括你带着团队去工作啊，会更轻便一些。我代表我们北京瑞祥杂志啊，祝你一想这个梦想吧，好吧。我们节目组啊，今天有一份惊喜礼物送给你，我们一起看看幸福大门背后是谁来了。来，请开门。欢迎，欢迎您。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编导啊，特别特别的用心，因为知道了马龙这样的情况之后，也跟马龙有很多的沟通，了解到其实您的一只啊是已经到了要更换的这个时间了，四处联络找到了爱心人士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位先生，他是带着礼物来的，赶紧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贺永峰，来自山西吕梁，从事义肢工作20多年。我听到马龙的这个媒体报道，我们公司决定赠送他一套5万多的假肢，表示让他在人生的道路越走越远，事业上蒸蒸日上，全家幸福美满。哇，太棒了！谢谢，谢谢。所以以后马龙在台上表演，会有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义肢啊。